然后这时候就开这个啦，丘比萨兹，西东比萨吉，赞赞赞赞。Round two, go！ 我跟你讲，我不会开他的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对我应该是不会开他的。他自身变三倍，其实很急了。我们还是开龙克好了。我是也不会开草地，草地鸡蛋。我都有压榨韩姐姐，我对她最好了，我是优质老板呢。不要讲话，我看起来像 X X 老板。啊嘘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提到什么资质敏感字眼好吗？最棒了，油脂老板，没错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卖油脂的。有人需要油脂吗 ？Does anyone anyone want？ 哦，看，你看我讲 anyone 讲不都像 any want 了？我的天啊，我的鼻音有够糟糕，我现在是处于应该是感冒目前啦。目前最严重的状态哦，很会嘞，很会这样嘞。Hello， 佑正，佑正，放下你手中的卡，你这个小，你看啦，你看啦，都变 1.15 了啦。佑正，我要怎么打？ 1.1k 啦，哦，算你 1.2k 好了。佑正，你要打架吗？好有分量的招呼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的天哪 ！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啊，佑正，靠背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玩的。我打那个 1.2k 是方便我，不是让你再多个50块啊！你今天靠背哦，你这样我情何以堪啊！又真的，又真的，你真的是想我拿比较好的东西砸你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对抖内，哎呦，我超崩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都是比我年纪小的人，可是我不觉得不该，我觉得收你们钱会让我有点良心不安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看过他生气吗？他就变成像那个熊熊肥婆一样变超大只的。没有，嗨，你说啥？嗨，你说谁像熊熊肥婆？觉得会死？不会，怎么死？绝对不会的。你们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因为我也觉得会有机会。可是你们不要讲嘛。还好嘛，相信自己的队伍，相信自己的卡片，相信一切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包含没有天降。可是我选择相信会有天降，好吗？妈，哎，刚刚好哎，多年后。拳皇擂台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不是说要抽这个拳皇擂台？来吧，把它抽一抽。当我看到第一个观众打抽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抽下去了。第一次看人的安安，嗨嗨嗨，抽哦，伯君啊，伯君第一个，好，就相信伯君了。The King of Fighter， 哇，你们要刷鸟，好，给你们刷，给你们刷，刷鸟，洗肉包，不要夹肉包，肉包超烂的，我觉得肉包真的超烂。然后你可以摩擦可能猥亵性之手啊，不行。让我干过这种事，有企鹅啦，有企鹅混进来了啦，不是刷一只鸟鸟啦，是刷那个蓝色鸟啦，来咯。刷鸟有用啊 ！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不知火舞，我抽到不知火舞。我的草地精有用了，我草地精不再是一个装饰用的队长了，他终于可以进化成有用的队长了。来看他动喽！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我把他拉回去了。